歡迎大家收睇2018 FIFA 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嘅外圍賽啊！哇，呢一場正啦！香港對馬爾代夫啊，咁啊喺 C 組咧，香港咁啊上一場咧就係7-0大勝呢個不丹啊！咁啊至於咧馬爾代夫上場咧就不幸啊，就係1-0咧就係輸咗俾卡塔爾，暫時排第四位噶。咁啊今日喺直播室咧有潘文迪啦、吳紀恩啦，同埋我何振賢咧，同大家一齊睇呢一場波嘅。咁帶大家嚟到旺角場啦，咁啊今場執法嘅球證就嚟自約旦噶，咁啊主球證就係麥克文。咁啊賽前上個禮拜嘅時候已經係一早就門票售罄噶啦，咁啊全場爆滿啦，連續兩場啊，上場對不丹又係啊，有6000人入場，今場都係。咁啊幾緊上場，你都有份去評述呢一場不丹對香港嘅賽事啦，嗰個氣氛咧係咪即係你睇電視嚟講好正咧？咁啊，冇錯啊，真係即係現場氣氛啦，一片紅海啊！咁就賽後有好多球員都喺度講嘅，就話即係好多謝一班嘅球迷嚟到啦，咁啊支持打氣啦，自己個信心都係大增嘅。咁啊，睇到現場咧非常之多咧，就球迷咧支持香港隊啦，咁啊絕對啦，咁啊真係咧話都好多年咧冇見過哇咁嘅紅海啊！咁啊希望咧以後香港隊踢比賽咧都有咁多人嘅支持咧，咁就好啦。咁啊，亦都咧就見到咧，就雙方咧其實已經咧慢慢就出咗場出邊咧，就已經準備呢啲場嘅賽事。咁啊，而家咧亦都喺熒光幕上面咧見到咧就係屬於就係馬爾代夫呢邊嘅正選陣容啊。咁首先咧就係22號啊，就係門將啊，就係穆罕默德啦。咁啊就6號咁啊 M 亞利夫，咁啊7號啦呢位就係馬爾代夫球王啊。咁呢位都係佢哋嘅射手啊，艾舒費。咁啊8號咧就係華希特，咁啊9號咧就係阿都拿。11號咧就係烏美亞，13號就加尼，15號就艾康，17號咧就係沙菲奧，19號咧就係拉舒特，以及咧12號咧就係 A 亞利啊。咁啊喺今次嘅賽前咧，亦都將會係進行一個默哀儀式嘅，咁啊悼念咧就係一代球王咧胡國雄為香港足球嘅貢獻。香港嘅球壇就有喜有悲啊！咁喺香港隊方面咧，就大勝一場喺呢個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旗開得勝，但係日前咧就最後大頭仔嘅一代球王胡國雄就離世。咁啊，球迷喺網上面亦都呼籲啊，如果今場踢到10分鐘嘅話，希望可以拍掌啊，一齊表達對呢位傳奇十號仔嘅敬意。咁而今場啊，香港隊嘅球亦都係右手邊啊，隻手臂方面咧就臂前黑布啊，悼念翻日前逝世嘅胡國雄。咁啊，胡國雄先生咧對香港嘅足球嚟講都好大影響啊。咁啊，佢喺球圈嚟講啦，真係好受人敬重啦，亦都非常之敬仰佢。咁嘅原因咧就係佢首先就係佢有好波啦，好波之餘咧，其實咧佢對所有嘅後輩啊，或者各方面啊都非常之照顧啊。咁所以咧好多人啊，就算可能有啲唔識嘅，咁啊都知道咧胡國雄呢位嘅好波之人啊。好啦，咁啊講啊講完胡國雄啦，我哋嚟翻啊今場波。最主要嘅就係香港隊對住馬爾代夫，咁啊上一場咧就香港隊咧就可以大勝到不丹啦，咁啊原因就係始終咧不丹咧都係有部分球員都係一啲叫做半職業啦，或者係甚至業餘，咁啊體力上咧到尾段已經係好受影響啦，咁啊導致到咧佢哋臨尾最尾係大敗嘅，咁但係今次咁對住呢隊馬爾代夫咧，咁香港隊咧真係要落翻幾錢肉緊啦，亦都要小心啊，咁原因咧就唔好以為佢哋嘅排名係比香港隊偏低，咁但係佢哋嘅實力咧。唔係話外界睇到真係咁差㗎，尤其是咧而家背住我哋呢位嘅7號仔啊，咁啊佢咧亦都就喺屬於就馬爾代夫方面啊，喺前線嚟講一名主力啦，咁亦都話入球嘅功臣主要來源之一。咁啊其實咧亦都就馬爾代夫呢邊啦，佢哋前邊嘅有2至3位球員其實個能力唔錯㗎，咁啊同埋咧本身佢哋都係習慣喺啲比較炎熱嘅天氣上面踢波啦，咁啊仲有就係佢哋有陣時嗰個喺個速度上啊。咁啊！哇！呢個回傳，哇！危險喎！你志豪留心啲啊！咁因為咧開波最緊要投嗰10至15分鐘咧，即係要集中精神啊！如果唔係咧，咁樣咪入一球先咧，就越踢就越辛苦噶啦。咁啊，就話佢哋喺嗰個
技術上可能層面上唔係話即係非常好，但係佢哋喺嗰個速度上咧係非常之高嘅，尤其是喺當佢做防守做啲反擊嘅時候咧，都有一定嘅威脅嘅。冇錯啊，咁啊，所以今場波嚟講咧，香港隊咧就係其實都同上場有四個嘅唔同嘅調動啊。咁啊，睇翻呢球波先啦，頭槌解圍就係屬於李志豪啊，今場波咧就出現翻個正選啦，中堅方面咧就係拍住呢個法圖斯嘅。咁啊，李志豪就係今場波係正選啦，而右閘方面咧就係揾咗鄭景浩啊，咁啊踢翻個正選嘅位置。咁仲有黃楊啦，同埋高凡都係今場踢正選嘅，右路的進攻啊，枕住咧都係馬爾代夫呢邊的右路啊。好咧，一腳波清咗上嚟啊，但係仍然落翻喺馬爾代夫的球員腳下。輾轉之間咧，呢度埋咗入禁區，有手球的嫌疑啊，好多個紅衫圍住。咁啊，踢個波出界先啊。咁啊，而家估計咧就最初就諗住馬爾代夫會守住你先啦。但你睇一開波出嚟咧，佢我諗希望喺頭段嘅時候咧逼一逼你咧呢邊嘅香港隊啊。你睇佢成班人壓得好前啊。就算失咗波之後咧，你一前後邊嗰兩三個咧，即刻埋就逼搶翻嘗試啊！好啦，呢個波壓落去點啊？鄭景浩好嘢啦，咁啊頂住阿鄭。咁啊呢位咧亦都新進港腳啊！今年喺元朗方，即係啱啱去咗去年嗰季咧，喺元朗方面個表現係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咧就穩奪正選之餘咧，亦都就有大大嘅進步。咁啊本身咧其實佢都係一位比較進攻型嘅球員啊。咁喺啱啱上一季嘅元朗咧就改造咗，做咗個右後防。咁其實佢都可以勝任嘅，咁啊。佢嗰個速度啊，同埋體能上都好啊，上上落落段速好好。咁啊，今場波你都委以重任啦，俾阿 Kim Sir， 咁啊睇下咧呢場波可唔可以啊打翻場自己嘅代表作啦。咁啊，希望佢唔好有太大壓力啦，因為始終都係佢嘅叫做第一場，即係唔係第一場正選，而係真真正正第一場咧，咁多觀眾睇佢啊嘛。好啦，取得瑞落都有路，第一時間出，有冇人到？呢度撞來撞去，高凡快啊，慢咗少少啊，呢度咧即刻逼過嚟，好嘢啊，白可，即刻逼住佢。咁啊呢邊亦都係噶啦，自從咧就阿 Kim Sir 打隊之後咧，好多時咧香港隊嘅踢法上咧，尤其是喺中前場嘅逼搶咧係多咗嘅。咁啊喺呢一方面咧，少少就有唔同。咁啊睇下咧可唔可以咧就發揮到最好，同埋咧可以喺嗰個時間再壓迫之下咧，可以個時間會長一啲啦。好啦，白鶴咁攞住個波，咁啊準備好呢個罰球，貼過頭，麥基去噶啦，麥基咧速度夠快啦，咁前面咧今日其實啊，兼 Sir 都擺咗三位嘅尖刀啊，三個速度都好快嘅。好啦，講翻先，一陣間先再講啦。林家偉一級靚啊，睇到定，哎呀呢下唔出，再推落呢下先趟出嚟啊，冇啦，密麻麻啦。咁啊高凡都真係快啊，頭先想講啊，咁啊就係話高凡、麥基同埋徐德瑞三位呢位呢三位嘅進攻球員咧都非常之快嘅速度嘅。咁啊 ，Kim Sir 賽前都話想以快克快啊，咁啊希望利用三位前線嘅球員啦，麥基、高凡同埋徐德瑞可以俾多啲壓力馬爾代夫方面。咁啊 ，Kim Sir 喺46歲嘅生日就有個願望㗎，咁希望咧頭兩場都喺主場贏出啦，咁啊已經願望達成一半啦，上場大勝不單7-0，嚟到呢一場對住馬爾代夫都係希望可以喺主場可以再攞埋呢三分啦，咁啊嚟緊就對住中國就心理上就會比較好啲啊，咁揸住咁多分喺手。其實中國今日都是出戰的，第一輪的時候他就輪空的，這一場就作客對不丹在同時間上演的。好了，這邊好東西，鄭景浩一蹦蹦開了對手，這位的球員，這位右閘的球員來季將會轉投東方，上季元朗表現相當出色，所以有射自然香，這一場也被 Kim Sir 委以重任。好啦，分去右邊，直咗少少啊！張峰睇住都唔使去啦，呢球波。咁啊，上場張建峰咧就喺左邊啊出咗兩個靚波，造就咗麥基同埋安基斯。咁啊，跟住佢就因傷退入火線，換入郭建邦咁，呢場冇乜問題喎。睇翻個正選位置。咁係啊，暫時睇到佢咧喺個動作上啊、跑動上方面咧都應該就問題不大。咁希望咧可以就喺嗰個踢落嘅時間長，因為始終咧佢有少受傷咧，咁踢落去當時間耐咗之後咧，佢嘅肌肉一緊咗咧就會咧有機會再捉翻即係可以令到個舊嘅傷患咧再觸發到。咁希望就唔好啦。咁再加上咧張建峰喺不嬲佢喺尤其是左路嘅一啲傳中球咧係非常之有威脅嘅，個準程度係非常之高。我希望咧佢呢場波咧可以咧就保持到，亦都咧幫到香港隊又出翻幾球靚波啦。咁啊上場有睇都知道噶啦，啊 GPS 風啊，咁啊兩個嘅助攻非常之靚嘅。咁啊而麥基咧前線方面咧上一場亦都入咗兩球都 fit 嘅。咁睇下今場波咧搭住咧就徐德瑞同埋高凡，睇下再有冇咧好表現啦。嗱呢度左度啊拉舒特
咁啊諗住自己哨啊，咁但係俾港隊嘅球員睇到啊，呢邊咧慢翻啲啦，麥基再放上前，但係過唔到頭，但麥基夠勤力啊，繼續攞得翻，再去啊好嘢喎，哇！成個巴爾咁啊，右路踢中出到啊，都咬到身出埋嚟，哇！咁啊，好明顯見到馬爾代夫嘅後衞都不敢怠慢，寧願係清咗個波出界先啊！咁啊，見到香港隊連續兩下都喺右路嗰度進攻啊！咁啊，之前徐德瑞都落到一次底線啦，跟住就麥基，啊高華都嚟呢邊揾食噃，轉兩轉去唔到，回翻出嚟，鄭景浩都上到嚟，我諗住一級之際就撞到對方嘅球員呢邊，李智豪拉翻個波，不過放入禁區又大力得滯啦，益咗呢邊嘅門將穆罕默德。咁啊，踢咗六分鐘多啲咧，似乎阿迪真係嗰個速度都幾快喎，雙方。係啊，冇錯啊，咁尤其是咧睇到喺大家即係可能一踢個波落去鬥快啊、鬥爆嘅時候咧，其實咧就馬爾代夫嘅球員其實唔係舒適得好多啊。咁啊，你就算咧頭先睇到啦，就麥基速度都快啦。咁如果你睇到佢另外嗰位嘅馬爾代夫球員追翻落去，其實都係差少少嘅啫。咁啊，唔會話真係相差得太遠。咁所以因為佢哋本身個速度上係高嘅，咁但係你話，會維持到咁耐時間都可以咁高速咧，咁啊，即係睇下佢哋本身個備戰情況啦。咁即係你練個體能啊，各方面啦。咁因為始終咧喺馬爾代夫本土啊嗰個聯賽嚟講咧，就唔話真係十分之高嘅水平。咁但係不過始終佢哋都係喺比較熱嘅天氣之下就比賽居多。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嚟到香港咁熱咧，其實都唔會話對個適應天氣方面咧太大影響。好啦，而家咧右路有個罰球啊，咁啊中間掹得好緊噶啦，白浩咧係咁追住艾漢，咁啊呢位咧艾漢就係今日馬爾代夫嘅中堅球員啦，咁上到嚟咁啊身形都幾好噶，同白浩咧差唔多高，咁都超過180噶啦，白浩都超過啦。好啦，咁啊就係咧就艾斯費啊最出名你噶啦，咁啊左腳仔開到中間邊一度喎呢個波，哇爭啲啊，真係嚇死啊！咁啊後邊冚到上嚟嘅咧呢位咧就係 A 亞利啊。咁啊，呢個波你睇下慢鏡，咁呢個波開得唔錯噶，容輝其實咧都已經盡吞噶啦，咁啊，佢想飛後邊想托呢個波啦，咁但係咧後邊走甩咗喎，得鄭景浩好在都夠時間頂得翻個位，如果唔係咧就失噶啦，咁其實咧鄭景浩咧本身就唔係掹住佢嘅，咁啊只不過個波到嘅時候都要埋去咧就食一食個位先啦。咁啊，謝京浩咧呢個波咧都應幾一功啊！如果唔係咧，呢個波真係，如果唔係逼一逼佢咧，容易俾佢頂咧啊嘛！呢個波啊隨時入噶啦。咁所以咧喺後防方面真係要打醒精神啊！呢個波其實咧都屬於叫做追甩咗人㗎。咁啊，只不過就係謝京浩叫做幫到下手。如果唔係咧，呢個波真係輸得啊！好啦，容輝咧大腳踢上嚟呢度，咁啊又想再去一彈地呢個波，你又少少踢歪咗啊！嗱，亦都唔緊要。咁啊，左路咧輪到馬爾代夫就有個嘅界外球，拉舒特。咁啊，今日咧就握守住馬爾代夫嘅左後防嘅位置，啊抌上前。其實頭先都見到有兩下都殺到上嚟，同阿井啊，咁啊謝景浩咧就鬥發噶啦。咁但係咧，只不過就係阿井啊快佢少少。我呢個波上趟上前邊，邊個去啊？冇人到嘅。咁呢個波咧就前邊麥基咧對波就遲咗少少啊。好啦，呢個波慢拍嘅時候咧，亦都就犯咗規。喺中場嘅位置又有個罰球。其實咧，今日嚟講咧，就個天氣都幾辛苦㗎。咁啊，即係你話馬爾代夫唔辛苦咩？咁啊，球員咁啊，其實香港球員都好辛苦啊。咁啊，今日我晏晝教波嘅時候，哇，都好辛苦。咁啊，尤其是翳啊個天氣啊，翳局嘅時候咧，變咗踢波嘅時候，影響都有少少㗎。就算香港嘅球員咁熟悉香港嘅天氣都好啊。好啦，呢度睇到定係想開個短嘅，咁啊，但係睇到咧，馬爾代夫真係唔係縮翻曬落去後半場，即係即刻逼你，佢希望咧就葉鴻輝咧唔好開短，咁啊等葉鴻輝去踢個長嘅。咁而家咧喺呢一方面個戰術上嘅運用啊，咁啊葉代夫嘅教頭波波夫，佢都知道咧就可能亦都好似 Kim Sir 咁啊睇過下啲錄影帶啊，知道之前嗰個就係我哋香港隊呢邊咧都希望咧嘗試從後場組織翻上去，咁所以咧佢都喺呢一方面咧都亦都就做到喎，逼得下喎。咁再加上喺睇翻啦，馬爾代夫對住卡塔爾嗰場波嚟講，佢都防守做得唔錯，同埋佢哋嘅球員嗰個鬥志啊，同埋嗰個踢落去成場波個硬度都幾硬，即係捱到尾都可以頂得住嘅。咁所以呢方面咧都係佢哋比較可能啊喺呢方面叫做好啲，即係球隊上嘅一啲嘅優點啊。
咁其實係啊，咁睇翻上一場咧，馬爾代夫對住卡塔爾嘅表現咧，真係相當之犀利啊！咁原本啊0-0啊，去到補時九分鐘先至失手喎。嗰球波卡塔爾仲有啲幸運成分先入到啊，咁啊省中咗對手改變方向入網啊，咁令到門將穆罕默德先至束手就擒嘅啫。好啦，睇下馬爾代夫方面啊，右邊有界外球嘅機會，唔好意思，掉翻去後面。其實真係唔可以睇少一啲即係以前話係弱旅嘅球隊啊！咁啊，事關啦喺第一輪嘅分組賽啦，有好多令人意外嘅賽果啊！包括咗菲律賓啊，2-1擊敗咗巴林啦，咁啊關島啊1-0贏土庫曼啊，咁啊關島嚟到第二輪啦，啱啱完成呢個賽事2-1贏咗印度添，咁啊東帝汶作客亦都係試過作客1-1賽和咗馬來西亞。咁可以睇到咧，近幾年啊，即係好多球隊都係不斷進步緊啊！其實咧就亞洲嘅球隊咧，咁啊，即係頭先熟呢隊嘅馬爾代夫之外咧，其實咧頭先阿幾欣都提到啦，好多嘅東南亞球隊啊，或者亞洲球隊咧，其實可能之前係不明驚人，冇乜人識，或者完全都唔會覺得佢識踢足球嘅。咁但係其實而家近呢10-8年咧，其實好多嘅亞洲國家球隊咧，佢哋個進步係非常之大嘅。咁啊，頭先幾欣提過幾個國家啦。咁另外其實我想講其實柬埔寨啊。甚至可能是老窩啊，咁啊老窩都曾經帶過隊對過，咁其實佢哋嗰個足球其實係已經係同泰國差唔多，咁所以係去 U22嗰啲球員啊，或者係嗰隊國家隊嘅比賽啊，或者個成績咧，其實已經係同泰國嘅 U22差唔多，咁所以佢呢班球員慢慢上緊嚟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佢哋未來國家隊嘅一啲嘅後起之秀或者係接班人啦，咁所以。可能嚟緊咧，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亞洲國家嘅球隊咧，其實咧都慢慢咧就會越嚟越好嘅。咁之前可能係話會泰國啊，或者係馬來西亞各方面嘅球隊都唔會太差。咁但係而家咧好多咧已經追到上嚟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好啦，葉宏輝大腳踢上嚟，哎呀林家偉頂啊，頂唔到咧，彈翻落嚟之後咧轉嚟左手邊，左手邊啦，烏美亞都去唔到，回翻後，哇呢個波回得曳啲噃。拉舒特咧都立得翻，咁啊而家咧慢慢咧就香港都頭先就嘗試喺前場逼一逼啦，咁而家咧開始布防嘅位置咧都喺翻個大概中圈位，咁啊麥基一個就留喺前邊，我見到咧就高凡啊、徐德瑞啊、林家偉呢啲可能比較進攻型多少少嘅球員咧都會咧翻去幫手防守嘅，咁尤其是林家偉啦，林家偉咧以前可能比較感覺啊呢個就係識進攻咁，但係唔係咧睇翻佢近。呢幾場啦，甚至乎呢1-2年喺香港隊嘅表現啊，甚至乎喺球會傑志嘅表現咧，其實佢參與咗多咗好多嘅防守噶啦，已經嚇。咁啊呢方面咧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啊，黃楊俾人偷甩咗個波啊，咁一吸翻轉頭，等多兩等先啊慢啊，哎呀嚟啊，咁但好在呢邊咧香港隊咧亦都快，黃楊攞到，林家偉技術就好噶啦，哇好嘢，好呃曬一吸，俾翻前面黃楊擺過咗，左手邊有個高凡。俾落去，爆唔爆到高凡？速度又快啦，養到兩個爆到，追唔追到？阿馬都出嚟，哎呀！呢邊冇麥德咧醒目啊，走埋去就炸低一個假腳踢走，咁啊留咗出去，咁啊高凡嚟啦，咁啊呢位入籍嘅球員啦，咁啊喺左路嚟講咧都非常之快嘅。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嘗試，咁啊由今次咧就去到左路啦，之前幾次喺右路，咁啊高凡呢下仰身落去咧都靚啊，不過推大力咗啲啊。雖然高速啫，咁但係大力咗少少，亦都差啲嘅。希望咧繼續多啲咧，就從左路多翻呢啲進攻。而家開始咧見到咧麥基都嘗試逼上嚟啦，一踢過嚟，咁啊呢度一頂嘅時候咧，中鋒漏咗，但係唔驚，後面李志豪包得住，大家鬥手啊 ！A 下你，我呢度幫佢犯規喎。咁啊啱啱好在禁區邊啫，哇呢啲危險啊！禁區邊啊，哇入多步危險啊，真係12碼呢個波。咁啊前邊咧真係。睇下呢個波先，佢都爆落去，所以話佢真係速度高啊！本身李志豪嘅速度已經快嘅，咁你睇下佢都仲可以咧，就力壓落去。咁啊呢個波咧，志豪真係經驗叫做好啦。咁啊落到去唔好理啦，喺禁區前我寧願推跌你先啦，挨跌你。咁啊所以咧亦都就寧願喺禁區外輸個12碼，如果唔係咧入多步就危險啊！咁所以頭先都提過啦，佢嘅速度真係高啊！你睇下你瘦猛猛，哎呀你咁好似冇乜肌肉咁，但係你睇下個速度幾高。咁啊，好明顯見到李志豪咧，都知道自己啱啱速度唔夠快啊，所以隻手係明顯咧就係一路搲住 A 亞里嘅。咁啊，幸好唔係12碼，但仍然有個危險喺度啊！見到艾漢啦，呢一個嘅高佬啊，都已經上咗嚟噶啦。咁啊，睇邊個開啦 ？M 亞里夫喺度啦。
咁啊，同埋烏美亞開個短開翻後，直接射埋去塔 Q 啦！呢一下似乎是一線腳啊，咁啊完全咧就係西約個波出界外嘅。咁呢邊馬國球王啦，咁啊艾舒爾都指指點點噶啦，相信所有嘅馬爾代夫嘅球員都聽佢講噶啦。好啦，見到逼得好緊啊，馬爾代夫嘅球員自己殺出重圍啊，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啊。咁啊，反而就係回翻後會更好啊。咁好彩呢球葉鴻輝接得住啦，咁啊俾翻咧就係李志豪慢慢去策動，會較為係上策啊。好啦，睇下有冇人幫啊，黃楊去幫，咁但係阿里夫咧一路係 mark 住佢嘅，放個長嘅，俾到林家偉再一踢，諗住係俾麥基。咁啊，對方咧就係將個波叉出界。咁啊，張劍鋒枕翻出嚟，俾到高凡啦。好啦，又係一對一啦，今次係直接出，咁啊，但係俾對方啊，咁啊，閂咗出橫邊。哇！鏡頭一轉咧，就係將個波擊翻去中場嘅位置，有冇犯規啊？呢一球咧就係從後嘅，咁啊白鶴咧就係俾人辣跌咗，但係應該咧就係冇犯規，係界外球嚟嘅。好啦，再推之後可以射噶，咁啊可惜啊徐德瑞食得唔係好硬嘅呢一球。咁啊白鶴慢慢再做過，傳翻嚟呢邊，又係徐德瑞稍一稍先啦，哎呢一下咧俾對方食到位啊，咁啊仲俾球證吹犯規啊。拉舒特呢一下好嘢啊！明顯咧就係捉到徐德瑞嗰條路啊！嗱，睇翻啦，一拐之下根本咧就係佢踢嗰下已經咧就係壓咗徐德瑞個位置。哇！你咪睇啊，拉舒特咧就係細細粒粒喎，都幾好身位啊！咪超過6000個球迷咧就係入場啊！咁就係支持香港啊！一早咧就係門券係冇曬噶啦。上場亦都係爆滿啦，今場都係爆滿嘅。好啦，中場嘅混戰，白鶴咧就係選擇回翻後，俾翻李志豪先啦。咁慢慢咧就喺後邊組織啊，法圖斯。我果然咧即係控多一陣，都已經係俾馬爾代夫嘅球員咧逼啊。我最緊要攞翻控球權先喎。冇錯，定啲嚟啊！今日見到馬爾代夫都壓得好前啊，盡量喺前場都逼搶噶啦，放高波落嚟。俾人得住啊！鄭敬浩去唔到啊！呢邊挑挑的之下轉到身添，底下唔解圍，已經出咗界啦。咁啊，11號嘅烏美亞咁啊，已經掉咗個界外球出嚟啦。徐德瑞係假嘅，分翻俾鄭敬浩呢個位置就出，省中對方嘅球員。哎呀，咁樣頂咗出去底線界外，輸個角球添。咁啊，香港隊今場啊第一個角球啊！咁啊，睇下對中堅啊，李志豪同埋法圖斯會唔會壓上去啦？哇！林家偉去開左腳內彎，我睇到今場賽事馬爾代夫真係早有準備啊！咁啊，其實我哋星期日到步之後都係操練比較神秘啊，咁啊唔俾傳媒去影啊。呢度壓到啦，不過唔係好應啊，見到高凡咁啊，後邊麥基又真係有少少爭頂啊，咁啊高凡都話要出聲啦，睇下邊個去頂。咁啊，睇翻萬幾呢個波啊，咁升上去嘅時候，哎呀，大家咧就你又以為我又以為你，咁啊結果唔係喎，咁啊原來咧就都唔漏添啊，咁所以咧高凡亦都話你提一提我啦，咁但係呢個波咧，如果真係後邊升上嚟嘅麥基真係出聲咧，咁啊麥基迎頂個波咧就真係咧個機會就會大啲啊，咁嗱好難噶啦，有陣時電光火石間係咪？咁啊升上去頂都冇辦法。好啦，法圖斯咧又係一個長傳轉去大斜咗左邊，高凡實追，哎呀！啊，撞錯咗添，咁啊以為實追到咧個波，咁打落地咧彈咧彈高咗喎，咁變咗去嘅時候咧慢咗，咁啊另外咧就喺右路個位置有個界外球啦，華希特啊，今日咧就係馬爾代夫嘅右防位置，我諗就俾前邊阿多納兩個即刻逼佢噶啦，咁呢下有少少踢到，但係冇事，咁李兆咧都逼得好緊啊，咁啊亦都咧就暫時嚟講啦，好多時咧見到咧都會由李志豪咧買就會。掹到十咧，呢個就係阿舒費啊！咁啊，法圖斯咧就喺後邊咧就包住個位置。好啦，慢慢睇一次先，要一立落嚟阿都達。哦，咁啊，原來一埋去搶波呢下咧，張峰啊踢到佢啊！咁啊，呢個波都唔係嘅，埋搶波啫。咁啊，只不過就可能個動作上比較大啲。好啦，又係一個長嘅，今次輪到就馬爾代夫啦，踢過嚟，哇！直頭踢埋出界添啊！呢度慢慢嚟啦，鄭英浩，我住個波俾翻短嘅。
其實咧就喺初頭咧，可能15分鐘左右啦。咁啊，見到呢波 foul 係嘛？啊冇事啊，咁啊繼續啊，以為咧鄭公浩俾人咧就推跌咗就冇事啦。加尼放直線，即刻咧俾翻左手邊烏明亞，又係鄭經浩頭先見佢去完前面搶完，而家又見佢。咁啊呢個波篤到佢腳㗎，咁但係咧頭先冇事。咁啊吹罰咗，轉頭咧你睇到咧就烏明亞表情就知道係罰邊個啦嚇，你睇佢。咁啊球證啊，咁啊吹罰咗，咁屬於咧香港隊嘅罰球。咁啊，容輝啦，咁啊，準備開出呢個嘅罰球。咁啊，今日咧就係香港隊嘅隊長容輝，手指指，我想咧就應該有個目標噶啦。咁啊，踢俾呢邊，會唔會除得碎咧？除得碎咗線啊！咁啊，線嘅時候咧，亦都就俾對方拉舒特啊，頂咗出去橫邊嘅界外。咁啊，其實咧喺頭15分鐘咧，見到馬爾代夫都逼得幾緊啊！咁變咗咧，就喺中後場嘅位置，香港隊就其實就都比較困難猜個波。咁啊，亦都咧就嘗試係做一啲嘅長傳。咁但係而家咧開始慢慢睇到咧，喺中間嘅位置咧，就香港隊多翻啲時間去攞波喎。咁但係李志豪哇，踢個車先喎，好靚啊！阿井去唔去到呢邊咧？呢邊你巴巴得快啊！艾漢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組織啊！首先李志豪撳個波過嚟，好靚啦！第一時間嘅徐德瑞亦都唔錯。咁啊，井只不過就係呢個波唔就人哋巴得快，呢個撞牆咧，第一時間，哎呀，又爭少少啊！咁啊，唔錯喎，呢幾下組織啊，咁只不過就係爭拉屎最尾嗰腳啊，入到去關鍵時刻，咁啊傳中嗰下啫。希望咧可以咧就再順啲，就做翻好啲啦。啊，估唔到今場港隊喺右路方面，鄭景浩同埋徐德瑞啊咁多眉來眼去啊，咁啊上場張峰拍住安基斯喺左邊咧就好犀利噶，咁啊頭三個入波都喺左邊嚟嘅。同樣嚟自頭槌啊！好啦，呢度黐到個波落嚟，希馬利夫奔過嚟，立得定啊！烏明亞、拉舒特，咁啊圍住喺外圍踩住幾腳先，都算幾定啊！馬爾代夫班球員，咁啊賽前就係估佢哋會打穩手突擊啊，縮喺後場，估唔到都係壓得幾前下。麥基勤力啊，翻到嚟後場搶翻個波，好啦，扣咗對手先，回翻後面俾張峰慢慢再組織過，高凡轉到身，小心喺呢個位置啊！哎呀，話後尾完已經甩咗個波啊！好啦，馬爾代夫嘅球員搶翻個波，即係對埋嚟呢邊好嘢，法圖斯先搭住個位先，再交俾鄭景浩，到啦，想話一級過唔到啊！法圖斯。徐德瑞一立之際已經出咗橫邊界外，呢球波都逼得好緊啊！馬爾代夫嘅球咁啊，真係逼得好緊啊！咁啊，似乎即係香港隊嘅球員咧，真係要跑多步啦。因為基本上咧，如果你係等個波到咧，基本上馬爾代夫嘅球員都已經殺到埋嚟噶啦。咁啊，見到踢得好進取啊！咁啊，呢度得住先啦。咁啊，推翻入中間，再回翻呢邊啊！咁啊，加尼再傳過嚟右邊，一第一時間斬到去深啦，控得到噶，再射到，哎呀門前好在咧就法圖斯唔好入啊！哎呦，真係呢一球咧就係風聲鶴唳啊！咁啊射門咧應該係九號格阿都拿，咁而家瞓低咗咧就係 A 亞里噶，咁啊有機會睇翻慢鏡到底咩事啦！嗱呢球第一時間出波啦，阿都拿深口一控，阿都拿再射之際。好在幫到手咋，而啱啱而家呢個瞓低咗呢個啊 ，A 亞里啊，因為佢幫手擋翻個波出嚟啊，哇！真係嚇到我都爭啲跳起啊！雖然就唔喺現場啊，但係真係非常之緊張，我哋一定支持香港隊噶嘛。咁呢個波咧，其實咧一出咧，咁啊心口控亦都靚啊，真係阿都拿。咁但係呢個波一控一射，其實絕對係啱嘅。咁但係呢邊嘅李志豪啊、容輝亦都封個位封得快。咪只不過咧就框兩框嘅時候咧，以為有啲運啦，但係好彩香港隊都有翻啲運。咁啊射之後咧就射中自己人眼出去，咁啊其實法圖斯都頂住個位噶啦，哇呢啲咁真係要小心啲啊，尤其是喺中間孖人啊，咁啊其實咧之前都有一球係過咗頭啦，咁啊呢球亦都係一樣，咁啊俾阿都拿咧有一個靚嘅轉身控波射波，咁所以啊你喺後防方面咧雖然就係要進攻啫，咁但係咧中間嘅位置咧都要留心多啲啊。好啦，高凡又嚟啦，爆到落去出啦啩，一出前柱，哎呀麥基啊呢個波真係慘啊！喺前柱嘅位置，咁啊都係憑住佢高速壓落去噶啦。麥基其實咧，佢都想射一射身啊，想將個波咧扇翻去尾柱噶啦。
嗱，慢鏡睇一次啊，一擺呢下靚啊，擺落去過咗噶啦，已經一出翻近處，你睇一就噶，咁啊麥基都想就一就到力啊，咁啊想試一試伸展翻去尾柱，但係一來個波可能太快啦，咁二嚟咧佢都係比較偏向前柱再出翻啲啊，咁所以咧呢個如果要線到尾柱咧都幾難度高，咁但係咧都係一個好嘅嘗試啊，希望咧就香港隊呢邊咧多啲呢啲咁嘅嘗試。尤其是在左路的高凡有絕對的能力，今天對著就華希特其實都有兩三次可以爆到下去，但只不過就入攝那裡有時候如果只有麥基一個略嫌就不夠人手，如果徐德瑞都夠時間入去的話那就更好了。好了，麥基黐了靚啊，比任家偉靚啊，比較直線了吧，好靚啊，要比右手邊徐德瑞不斷舉手，高凡哎呀望得太久了，慢了一點點不緊要，再來過林家偉有冇人直線？哦，呢個波咧俾人吸捉到路啊！咁啊，黃洋想射個直線噶啦，咁但係自己咧呢邊馬道夫又失咗。啊，徐德瑞咧亦都差翻定個波，轉咗俾後邊冚上嚟嘅李志豪。李志豪再放高波入去，冇啦，太貼門啦呢個波，冇計啦。咁啊，見到咧徐德瑞都入射噶啦，咁啊，亦都就係一個好嘅嘗試嚟嘅。咁但係咧就雖然就話要攻啫，咁但係咧都係嗰句啦，趁氣啲講，咁後防方面咧真係咧要真係集中翻少少啊！因為咧頭先有兩個波真係叫做輸得嘅，咁好在喺門前都叫做化險為夷啊，咁啊冇輸到啫。好啦，張峰，再俾後邊李志豪，俾咗法圖斯，咁法圖斯同李志豪喺中間嘅經驗啊足夠啦，呢兩位球員啊。好啦，咁中間位置咧見到黃洋同白漢踢波嘅次數亦都多咗啦，咁嘗試好多次咧都咁樣踢啲高波嘅直線入去，咁但係其實咧就個人意見啦，咁啊其實都可以喺中間就。差多兩下先，跟住拖多兩，即係等多兩等先。有陣時見到咧，就前面幾位嘅進攻球員啦，咁啊有陣時未到啊啲位置，咁啊太早踢入去咧，咁啊再加上人哋防守已經係準備喺度啦，咁啊我覺得應該可以差多幾下先，因為喺中場位置，其實對方而家慢慢開始咧，馬代夫都唔話逼得太緊啫，咁啊係上半場初段又真係緊啲，咁啊而家如果唔係太緊嘅時候咧，可以咧就差多幾板先啦，我哋啲足球術語啊。差多俾幾板先至踢啲直線入去就比較好啲。好啦，咁啊輪到咧馬代夫啦，咁啊出嚟攞波啦，咁啊就係你啊，阿舒費啊，咁啊呢個波腳趾尾彈喺右手邊靚啊，華希特對張峰仰兩仰，落落到去中死都頂住你啊，咁啊見到黃洋亦都翻嚟幫手，兩個夾埋咧生咗出去，好嘢啊張峰啊呢個波啊，咁啊華希特咧見到喺右路咧就防守就好似搞唔掂高凡啦，咁但係上嚟進攻一定威脅㗎，頭先出俾阿都拿個波咧都。幾緊要啊！出得幾靚嘅咁啊，同埋咧馬代夫喺前線嚟講啦，咁啊可能咧大家個注意力都集中咗喺艾舒費度啊。咁但係咧調翻轉嚟講咧，艾舒費反而係幾個嘅馬代夫球員當中咧進攻當中咧，反而就今場波就未發揮到應有嘅水平喎。咁啊，好似你話阿都拿咁啊 A 亞里呢啲反而咧仲較為咧就搶鏡啲。咁啊，雖然咧就話咁啊，佢咧就喺出過一食啦，佢嘅效力。馬來西亞超級聯賽啊，咁啊佢同埋另外一位咧就係中場球員啊 ，A 馬利夫啊，咁啊佢咧都係喺出嚟揾食嘅，咁啊效力咧緬甸嘅球隊，咁所以咧係呢兩位叫做攬住隊波嚟踢啊，咁啊總管嚟講啦，咁啊總共嚟講就係今場波嚟講，前邊嘅艾舒費佢嘅表現係可能未去到應有水平啊，咁啊暫時就會比較就係靜咗啲。隔離左右嗰啲咧，反而個表現就比較好啲啊！咁啊，睇下咧，跟住落嚟香港隊喺呢一方面會留意翻多啲其他嘅球員啦。啱啱咧就係左閘拉舒特啊，咁啊中場試一試啊，咁啊完全係高出咗嘅。但係呢邊啊，阿馬利夫回翻後，再俾到前邊，但係李志豪好嘢啊！但係要留意左邊呢邊哦，同隊友誤會啊，呢邊馬爾代夫嘅球員，咁啊烏美亞。可能都驚越位咧，都唔敢話即係行得太前啊！好啦，教球一抌出嚟，一腳清上前邊啊，麥基頂唔到，留翻後俾最尾呢邊啊！咁啊，十七號嘅沙菲奧再俾翻 Emma 利夫，幾下短嘅。好啦，再側過嚟左邊呢邊啊，今次咧烏永亞空曬咁攞啊，但係唔落底喎，等埋隊友上嚟掂唔掂牙？冇嘅，咁啊傳翻去中間。好啦，分過左路。咁啊，似乎冇人埋嚟逼喎，烏美亞終於係斬入去，掉個高波葉鴻輝嘅世界。咪葉鴻輝係咁仰手啊！咁啊，踢咗半個鐘多啲啊，仲係零比零。
咁啊，馬爾代夫壓得咁前咧，咁啊開波初段其實你踢半個鐘就冇乜問題啦，或者半場冇問題，七十分鐘都冇問題。但係去到尾段嘅時候，可唔可以繼續維持咁樣嘅踢法咧？咁可能係一個疑問嚟嘅。好啦，法圖斯攞翻個波先，翻過嚟左邊張峰，咁啊今場阿李斯豪嚟嘅，好啦，擠到上嚟，高凡見到啊，一中場攞波啊，白可都轉唔到身啦。好啦，今次再斬上去李斯豪。過唔到頭啊！咁一對中堅馬爾代夫方面都幾高大下噶，徐德瑞立翻佢住個波，讓咗俾林家偉。好啦，想揾出個斜線送張峰一程啊，俾唔穿啊！呢邊係回翻對後面嘅門將穆罕默德，咁大腳清翻上嚟就無人地帶啦。咁啊，天瑞立住個波，咁啊鄭景浩啊，今場踢個右閘位置，咁啊踢咗半個鐘多啲都幾 sharp 下噶，好多時都上去助攻噶。咁上去助攻之際，白鶴啊幫佢竇翻住個位啊。好啦，呢邊。出嚟現身攞波啊！不過呢邊好嘢，虎哥一埋嚟一閘就搶住個波，高凡得住轉到身分過去左邊，想話俾麥基啊！呢邊都逼搶，哇好多短兵相接嘅場面啊！呢邊麥基搶贏個波喎，拍贏中間徐德瑞喺度，點搞咧？林家偉空曬嘅禁區頂，想話自己推落去，不過最終啊俾對方啊生出橫邊界外。呢個好可惜啊！似乎林家偉嗰個機會咧，仲好過咧，就係佢入禁區啊！咁你傳翻出嚟，其實林家偉都有足夠嘅空間同埋時間去準備呢一個嘅射門啦。咁但係可能咧就係聽唔到啦，或者睇唔到啊！但係唔緊要啊！咁啊，重新組織翻呢個攻勢先啦，黃楊，俾到就係高凡再傳過嚟左邊林家偉，我張峰先啱啱再出嘅時間，省中對方。咁啊呢邊咧就係搏到個角球嘅機會喎，咁啊似乎係今場波嘅第二個角球機會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憑住呢一個嘅死球咧，就係替球隊開紀錄啦。暫時踢咗半個鐘多啲啦，32分鐘左右，仲係0-0嘅。咁相對較為入肉啲嘅攻勢咧，就係馬爾代夫都有好幾球。好啦，徐德瑞開前柱。咁啊過唔到呢邊馬爾代夫嘅烏美亞，咁啊再一次獲得角球啊！咁啊見到法圖斯啦，咁啊麥基啦都喺入邊噶啦，好啦差唔多位置，穆罕默德雙槌打出唔遠，麥基係有可惜啊，太 Q， 但係再倒掛之際高出啊，高凡，好可惜啊呢一球。咁啊，兩個都叫做射到離行離辣啦。嗱，睇翻啦，斬到出嚟，李志豪埋迎頂，頂唔到穆罕默德雙槌打得唔遠，麥基塔 Q 呢邊腳趾尖咧，咁樣鞋頭篤咗出去啊！再一個慢鏡啦，嗱左腳窩裏完全係食唔應嘅，啊一個黃金嘅機會啊！乜以為食唔應啊？好彩啦，彈咗俾高凡啦。咁但係咧，高凡咧都不過盡人事㗎啦。呢個波咁啊，褪翻出嚟，咁樣倒掛，亦都唔係真係咁容易。咁啊，呢度咧去唔到之後咧，亦都就俾門將就快快脆脆開翻出嚟。咁啊，轉嚟左手邊，拉舒達一路推住，一吸上吸高凡啊，唔得㗎啦，爆佢啦。咁啊，再望一望，俾個直線靚啊，睇下食唔食多位先。咁食唔到喎，徐德瑞啊，呢個波咧蝕咗少少身位。佢咁調翻轉頭吹罰喎。咁啊，呢個波係吹罰啦，定係界球咧？咁啊，見到旁正係舉咗旗去屬於馬爾代夫嘅波，嗱會唔會就除咗瑞馬去大家鬥食位搶波嘅時候咧，最尾困到個波咧？一陣間咧再睇清楚少少，有機會慢鏡再同大家交代翻下，因為太快啦。咩就係如果你用腳開係罰球嚟嘅噃，咁應該咧就吹罰咗就係除咗瑞馬去搶波嘅時候有咗動作啊。好啦，沙菲奧。咁啊，踢個直線上去，咁長波咧就俾志豪頂翻落嚟，又喺咧呢個位嘅就華希達，再放個長波落嚟，咁啊想俾烏美亞噶啦，咁但係鄭中豪頂住個位，咁啊頂翻落嚟之後咧就呢邊亦都大腳法圖斯，屬於咧呢邊馬爾代夫亦都攞翻住個波，哇！呢個波就咁衝咗出去，好輕鬆喎，咁啊呢邊啦，埃馬利夫，咁啊就話喺咧緬甸效力嘅球員啊，攞落嚟之後咧將風頂翻俾高凡。高凡一路推住個波想揾人俾啦，咁但係咧再俾嘅時候咧，俾咗左手邊張峰，會俾翻佢咧都係噶啦，試下包落去咧，冇耐俾人捉曬路啦呢下，咁俾咧就沙菲奧捉嗰路，咁鏟落嚟之後咧，亦都就失咗一個嘅進攻機會。
咁啊，睇翻啦呢邊啦，就香港隊呢邊啊，雖然攞咗個波都有機會可以保持到，但係有陣時就略嫌佢哋喺嗰個傳送方面有陣時慢咗少少啊。咁啊喺呢方面咧可以快翻啲就會好啲啦。咁啊，尤其是喺中場攞咗個波之後，決定啊應該俾啊推啊各方面咧，就可能有陣時就猶豫咗一兩秒，咁變咗咧就慢翻啲。咁啊呢方面咧應該就快翻少少就好啲。好啦，擺落嚟攞啱啦，引一引出嚟，中間有人攞波啦，咁啊唔攞波啊，黃楊，咁好在咧都就法勞斯呢個波劏得靚啫，中間啱啱好，咁黃楊雖然就慢咗起步，咁但係咧都叫做攞得翻，但係呢度踢個車線又踢失咗啦，咁啊有陣時之後我都覺得比較心急啲啊，踢呢啲咁嘅車線上去，咁啊高波，咁啊再加上其實香港隊亦都冇一個真係叫做比較叫做柱等式或者前面停到個波嘅球員喺度啦，咁啊。即係如果陳少琪有不入選，即係唔係受傷嘅話，可能就會踢啲高波，佢就有少少嘅優勢。咁但係因為前邊而家幾位嘅進攻球員，好似麥基啊、好嘢啊、哲豪啊，呢個波快一步咧出嚟篤到。咁啊，已經第二次咧，哲豪咧咁樣出嚟篤到個波㗎啦。靚啊，直先！哇！你睇麥基真係，其實麥基都好快㗎啦。佢轉身去追，其實沙菲奧都咧唔慢過佢喎，仲要快過半步喎。咁所以咧，證明真係對方嘅球員咧，都個速度上都好快啊！咁啊，添 Sir 今場波咧就揀咗三位嘅進攻球員，呢個比較就係屬於呢啲叫做跑車型球員啦。咁啊，全部咧都快嘅。咁但係你話要佢哋停個波啊，保護個波喺呢一方面咧，可能就唔係話真係十分之理想，或者係唔係屬於嗰個類型噶。咁所以咧，而家就好多時可能就添 Sir 知道呢一樣嘢啦。咁啊，變咗寧願咧。喺中後場啊，就部署，不如我睇啲直線上去，等你上去哨下好過啦。咁啊，嚟咧都係 Kim Sir 嘅一個部署嚟嘅。咁啊，但係咧，如果成日都咁樣踢嘅時候，一來就好消耗好體力啦，二嚟就係成日都要搏波啊。咁啊，太搏得太多嘅時候咧，就可能有陣時會比較辛苦。好啦，林家偉一吸又咧想再比嘅時候，你已經慢咗少少，想再吸多下噶啦。好啦，後邊阿網咁啊得，大腳踢上嚟，有啊李志豪，咁啊李志豪咧係頭先初嗰下咧，俾人壓落底線嗰下有少少失位之外，啊跟住好多次咧個位置上啊出嚟搶波都好準成啊。好啦，咁啊俾個人嚟中間係啦，差多兩腳先啦，白鶴轉多兩下方向先啦。啊，係冇錯啦，咁好嘢，林家偉啊，白鶴轉咗俾林家偉，再俾呢個高凡，殺到佢嚟個施射，咁高凡咧想射個遠處啊呢個波，咁但係只可惜咧唔能夠咧就中目標。係嘛，冇錯啦，佢都舉個手指啦。咁啊，呢個波就係啦，林家偉睇到定啊，一控一控，即刻一比，哇入去。咁其實咧，高凡呢個波都算唔錯㗎，一控一射啊。咁啊，你睇到呢下判斷就快啦，即係唔諗㗎啦，一控有機會就起板啊。咁所以就話你要快翻少少，好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可能就係個機會就會大啲啦。咁同埋呢幾下中場，你當你快啲去判斷、快啲去決定、快啲去保交個波嘅時候咧，咁變咗你睇下黃楊啊、白鶴啊、徐德瑞同埋林家偉呢幾球就可以差到個波。好啦，波點啊？犯規啊！咁啊，吹罰座咧就係拉舒特，咁啊撞跌咗咧就係徐德瑞嘅。哇！人仔細細真係幾硬淨下咁啊，同幾下徐德瑞拍埋嚟都唔輸蝕㗎。好啦，呢度。搶翻個波先，中間加尼分個右邊，咁啊隊長嘅艾舒費啊現身噶啦，好啦換埋嚟中間搏搏腳先，咁啊呢陣子啊拖翻慢少少嘅節奏，咁啊事關港隊之前嗰輪就幾快下攻得，打橫推去唔到啊，換翻出嚟，哎呀舉曬手喎，拉親大腿筋啊應該係。自己推埋嚟之際就冇人埋去拍到佢嘅，自己受傷啦。似乎鴨都拿你嘅，係啊，冇錯，拉後大腿應該好痛苦啊！見到根本都企唔到啊！唔係因為咧呢啲一拉後大腿咧，你想再發力跑又發力唔到嘅。咁啊，你睇下佢其實咧想一推一下咧，佢就即刻想發力咧，即係唔係呢下交波，係之前嗰下。咁一推一發力嗰下咧，就應該係拉到。咁如果再嚴重啲咧，係有機會有聲，即係啪聲咁就可能會更嚴重。咁啊，而家咧就見到佢拉咗就自由都喐唔到啊！即刻要軍醫咧出嚟就睇睇佢。咁阿都拿嚟講啦，咁啊喺馬代夫前線嚟講，今日算表現唔錯啊。咁啊佢啊同埋李亞利兩個咧，你話喺個表現上咧，可能咧仲比起啊阿舒費咧就更好啊。咁所以咧，如果佢出咗去嘅時候咧，可能對馬代夫嘅
進攻方面都有少少影響㗎。但係呢邊米爾代夫教托波波夫咧，點樣去即係處理呢一個嘅傷兵啦？換啊！因為見到佢波波夫已經同佢嘅助手講已經遞旨啦，咁啊見到佢攞住張即係個頭先見到攞鏡頭攞住塊牌啦，咁就係每個參賽嘅球員都會有一個嘅，咁啊已經 check 好曬你嘅所有嘅資料噶啦，即係冇又唔需要再打咩噶啦，有一塊牌對住，咁當你要換出場嘅時候咧，寫換人張紙啦，咁另外咧攞呢兩張牌攞呢張卡去球證第四王證嗰度對名，咁就可以出場噶啦。我暫時見到係十號仔啊，咁啊呢邊26歲嘅前鋒法斯亞，似乎咧就係會換入噶啦，咁啊代替咧就係9號嘅亞都拿，咁啊屬於咧今場波咧就係兩隊嚟講係第一個調動啊，咁但係當然咧呢個調動咧就係因傷咧就係被逼要作出嘅，咁啊上半場時間咧得翻3分0鐘，咁睇下邊個咧就係可以先攞到咧就個優勢入更衣室啦。上半場似乎個保持都唔會話特別多，因為始終冇乜傷兵。好啦，睇翻呢球啦，高凡又係你啊，喺左路，今次又係直接出啦，哇，簡單咗少少啊。咁啊，韋特咧就將個波生出界外嘅，咁啊張峰咧就係去抌呢一個嘅教育球。咁啊，似乎即係嚟到上半場嘅後段咧，就係喺左路啊多翻啲攻勢啊，香港隊。好啦，張峰出到埋嚟，未處麥基撳住，好可惜啊，個位唔係好到啊。已經飛到盡㗎啦！個對方呢邊艾漢都夠身位啊，一路咧都係得住咧就係麥基。咁啊，上半段咧就係見到啦，好多時係右邊啦，咁可能係啊徐德瑞啦，同埋鄭景浩啊多啲眉來眼去啦，做啲撞牆 one two 啦。咁而下半段呢段時間咧就多翻啲喺左邊啊。咁較早前高凡個射門咧都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唔錯嘅攻勢，好啦，呢邊李志豪俾到林家偉，呢下咧就反而傳翻後會更好啊！但唔緊要，仍然係港隊嘅腳下。好啦，呢邊麥基受唔受到落去啊？好呢一級靚嘅，好可惜啊，大力阻啊，俾對方呢邊咧就係包到啊，咁應該係拉舒特嚟嘅。咁第一下吸得靚啊，但係呢下又攞得唔係咁好啊。咁啊，明明咧都冇乜壓力啊，呢下。咁樣咧就係將個波送翻俾米代夫。好啦，轉過嚟右邊啊，韋特，哦佢又攞得唔係咁好，但係修正得到啊，呢邊夠勤力啊。咁啊，高凡將個波咧就係刪咗出去，唔俾對方啊打個反擊啊。好啦，呢邊艾舒爾，咁啊。賽前大家都係特別話留意佢嘅啦，但係暫時嚟講咧，都係好似阿迪話齋咧，相對喺參與進攻方面真係較為少啲嘅。反而咧就係12號 A 阿里啊，咁啊頭先咧雙出嘅阿都拿咧都係比較多一啲嘅參與進攻啊。好啦，又係右路啊，咁啊似乎米代夫咧側重右路啊。韋達俾到咧就係啱啱入替嘅球員，咁啊法斯亞。可能熱身都未夠啦，因為始終佢係無啦啦就係因為隊員傷出啦而即刻換入嚟嘅，咁啊可能即係熱身方面啊相對係少啲，咁啊需要啲時間去揼翻順啊。好啦，張峰揼翻上前邊，咁麥基都勤力㗎啦，翻嚟咧就係幫波，但係個波咧就落翻去穆罕默德嘅腳下。咁上半場法定時間剩翻唔夠一分鐘啦，咁過程幾順利下嘅，相信都唔會補太多啊。咁啊，同時間開賽嘅同組另一場咧，不單竟然頂得住中國啊，暫時都係0-0喎。呢個賽果都幾驚嚇啊！冇錯啊，咁啊，不單方面有主場優勢啦，咁啊，海拔高啊，2000幾米，咁同埋佢哋嘅人造草好長啊。咁啊，中國隊可能方面都要適應下啦。咁我哋較早前都有個昆明集訓㗎啦。咁啊，為咗呢次對不丹做準備，但係半場都攻唔入啊。呢一度都係0-0喎，呢場張峰瞓唔到啊。華希特想收個直線落嚟，後面上正嘅法斯亞，單對住黃楊。咁話一推之際冇問題啊，球證話咁啊，試翻黃楊睇通你條路，擔住你個位先，佢執翻上嚟，咪基未攞曬個位啊。不過勝在嘅勤力亦都快，傳到身已經進入補時階段啦，上半場。
好啦，去唔到回翻後面俾法圖斯，吳家偉。好啦，翻過嚟右邊走空再除得帥，望一望武月慧可以攞定嚟先，睇定慢慢出前柱。哇！呢邊即刻清出去底線啊，艾漢。咪見到麥基都殺到上嚟噶啦。咁啊，上半場係補時階段啊，咁啊，港隊有個角球機會，睇下可唔可以把握到啦。上半場補一分鐘。基本上開波嗰下都已經係完咗補時噶啦，咁似乎睇下呢個攻勢係最後噶啦，可唔可以把握到咧？林家偉去開尾柱，哇！好多個紅衫，冇人頂啊，全部漏曬。咁啊，球證亦都係見到冇威脅啦，亦都係吹長雞完場啊。咁啊，結果咧呢一場香港對馬爾代夫啦，咁啊兩隊互有攻勢之下咧就踢成0-0啊。咁阿迪即係上場踢成點啊？其實雙方面都很搏命，其實可以說上半段可能馬爾代夫的形勢比較好一點，去到中後段其實香港隊企穩定陣腳，中場位置其實可以保持個球的時候，個形勢上也多 fit 多一點，尤其是去到就上半場的尾段看到香港隊方面其實都比較多了埋門，所以希望香港隊可以保持住，去到下半場繼續努力。跟大家看一看上半場的統計，香港隊在射門方面有6次，至於馬爾代夫有4次，但是中籠就是馬爾代夫還有1次，至於角球方面就香港贏4次，馬爾代夫沒有的，越位方面雙方都沒有，而犯規次數香港方面就是感覺上多一點。上半場剛剛踢完，其實兩隊都叫互有攻勢，我們一起就是重溫一下上半場的精華。咁啊！呢場亞洲區嘅外圍賽 C 組嘅第二輪分組賽啊，咁啊香港變陣出擊啊，有4個調動啊，咁啊包括咗有李志豪啦、高凡啦等等啊，咁啊開波初段反圍咧有啲驚險鏡頭啊，咁啊馬爾代夫呢邊啦，尾柱啊 A 亞利爭啲頂到個波啊，全靠今場擔任右閘嘅鄭景浩啊頂住個位，咁啊之後個角球嘅機會啊，咁啊兩個爭食啦，見到高凡同埋安基斯啊，咁啊啲球就冇提搶啊。好啦，呢個波咧開尾處啊，咁啊後邊衝上嚟嘅麥基咧，咁啊個機會大啲咁，但係咁啱高凡升咗上去，咁都冇鬼噶啦。有陣時啊，大家電光火石間，咁啊大家都想去製造入球噶啦。咁啊上半段嚟講啦，咁啊馬爾代夫其實都有啲攻勢，都可以有機會製造入球。咁去到咧就中段開始，咁啊香港都嚟啦，前線啦，咁啊前線線後嘅咧就係啊麥基啊。諗住前面線到去尾柱啦，咁但係點不知啊？原來唔得。不過呢個波咧亦都有一定難度啊。首先咧就高凡咧爆落底線啦，咪望一望，即刻出去前柱啦。咁但係呢個波真係有一定嘅難度啊。咁再加上咧個波太快啊，咪搞到佢都個反應可能都未必嚟得切，個球速太快啦。咁麥基咧亦都就有爭啲嘢就搞掂啦。好啦，彈出嚟又係咧麥基塔 Q， 諗住唔掂啦啩。咁啊，但係一彈咧彈咗落去高凡度。再嚟一個倒掛，高凡都係搏搏噶啦，因為睇佢咧就一散翻出嚟嗰下咧，咁啊慢鏡睇一次啦。咁啊其實佢跳完散翻出嚟，無端端彈正前邊，都係快嘅反應，咪嚟個倒掛嘅啫。咁但係呢個波咧都唔能夠咧就掛中目標。咁啊而家香港隊咧射門咧真係多翻好多噶啦，咁但係始終咧都未能夠咧就中到框，呢個方面咧都比較就差啲。好啦，呢兩下咧猜到好靚啊！林家俾到高凡，到高凡就上一控一射，咁啊呢個咧都叫做比較靚嘅組織，同埋咧就較接近啦。因為咧始終咧就高凡一控之下咧都不用多諗啊，即刻你射翻遠處。但係呢個波咧亦都係差少少嘅啫。咁啊，首先就中間啊，八康啊，除得帥同林家偉咧呢個組織靚啦，咁啊只可惜咧最尾啊。高凡都係差少少咧，就把握得到啦。咁希望咧下半場出嚟咧，就香港隊嘅表現咧就更好，可以咧贏到呢場波啦。